到六吧，到六就好，他能前六级能不死就行，就怕那中女过来越他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。十个人前期被中女约一波就完，所以大树必须得去帮十个人反蹲。这把大树啊，必须得往上走，大树不能往下走。我这中期鳄鱼所有资源全能控下来。今天比赛看不完了，兄弟，我只能看到7点。7点，我们去发布机。没事，3-0，那20分钟能打完行。3-0困难点吧？怎么的？那 EDG 不得赢一把？赢一把应该没问题。我觉得3-1啊，今天的比赛我感觉比分应该是3-1，但是如果这把 EDG 啊输了，那么就是3-0。这把要是赢了，那就是3-1；这把要是输了，那就是3-0。猪女儿往上靠啊，大树在下半段，现在猪女儿如果能往上靠就很好。断线儿，那个鱼肯定是断线儿的。要我也断线。不过猪女如果前四级都没有去上路来做一点事儿的话啊，那么这把石头人还是比较舒服的。偷了一个小鸡。石头人玩的比较舒服了呀，那要是这样玩的话，要无敌了呀！这石头人啊，嗯，这么玩的石头人不无敌了吗？回家一手小反甲，来个小日炎，来个小冰拳，来个小冰心，再来一个小蓝盾，五个布甲鞋。试试吧，来。
看看这波啊，石头人来中路赶克一波啊！石头人现在就别想着赶克，你就发育啊！这菜刀队你不无敌了吗？这波石头人我感觉得交大清兵吧？这我直接一个创，我创过去把真的有永恩开了个大招逃跑、啊，这开不开？我觉得都差不多，中女没六应该死不了。石头人别赶克了，石头人现在就发育，两件套石头人直接无敌，谁也打不动，除非第二件出大青雨，而且没有黑切的吧 ？EDG 这边是没黑切的啊，鳄鱼跑中路啊，想做点事儿。EDG 拿了第一条小龙 ，OMG 不想放过来了，泰坦，现在这波二v二打不了啊。永恩在中路回家了，永恩前期打波比打不过，拿条小龙还行啊。布龙空了一个 Q， 被泰坦勾了，差不多吧，换一下技能。鳄鱼不第二件出黑切吗？鳄鱼啊，鳄鱼得出。鳄鱼确实得出黑切，我房装比较便宜，看看鳄鱼发育吧。永恩中路被压了将近十刀，还可以。我波比这英雄控不住线儿啊！哎，下路要强杀泰坦，怎么说？这位置布隆扛塔，要布隆闪现走，最后一下塔没扎出来，物资又拿到，哟，布隆拿到一血，凑合啊。只能说凑合。一血没给到物资，凑合劲儿。这波峡谷先锋，感觉这波峡谷先锋 EDG 可以拿呀。泰坦是五级，布隆是六级，怎么的 ？OMG 能升吗？这边直接泰坦闪现啊，要勾波比，要杀波比，泰坦交闪，波比交闪，闪现互换，泰坦稍微有点小赚。这波布隆可六了，泰坦还没六呢，这位置直接一个大众永恩，哇，不接跟布隆大招，永恩剩一身血，哇，石头人一下大了三个人，物资上来漫天飞雨，直接被秒杀，卡莎飞进人群。卡莎收掉侠，再收掉布隆，但是卡莎也死了啊！鳄鱼在正面，石头人虽然大了好几个，但是这边还是 EDG 赢了啊，还是 EDG 赢了。泰坦六和没六还是区别挺大的啊！这波这物资啥也没干，死了，放了个漫天飞雨，让石头人给大起来了。那石头人都没交大，这干嘛交漫天飞雨？打伤害啊，有点草率了啊！先看一下这波啊，正常是永恩上来，然后直接被留住，乌兹放技能啊，乌兹怕被这个大树给捆住，然后石头人一下大了杀我，永恩主要没有 E， 永恩这波有 E 的话能打赢。卡莎这个时间点伤害还是不，这位置鳄鱼狠啊，鳄鱼这英雄这位置厉害呀。看看下路这波啊，那也没死人，这叫啥呀？不知道以为杀人了呢，我也没看见杀人呢。
头人吃了一层塔皮，而鳄鱼已经吃了三层塔皮了。EDG 要推一下下路，有峡谷应该创不掉啊，还剩一层。玛莎已经电刀了，那把感觉越往后打 OMG 的阵容是越好啊。现在这波啊，看看布隆想留泰坦，这泰坦这位置没闪现，泰坦直接被留下来，谁的传送？永恩的 TP 吗？永恩的 TP 下来，永恩 TP 下来，发现旁边四个人也不敢上啊，这泰坦这位置被逮到了，这把泰坦可能要被当成突破口。现在上路鳄鱼已经打不动这石头人了啊，石头人对线算是对完了，我们打一套全打海谷。石头人和永恩后期处理不了，那得先有前期再有后期。那永恩现在补兵都费劲，石头人回家日炎，这跟鳄鱼能打了呀？看看下路啊，下路先勾到布隆，大树开个大招，但是捆不住啊。大树即使开大招，目前来讲的 OMG 这位置也没有人能跟上伤害，也是打不死。卡莎也不敢飞，碰住了也没。哎，车没了呀哈！现在这波比跳永恩脸上都不敢还手，这把是海克斯龙。这把鳄鱼中期得肥，这把鳄鱼肥是有用的。看看中景这边大不大啊？大姐净化，哇！泰坦大了一下，哎，一个倒钩禁锢道，哇！交闪现还能走吗？我这都没走掉，有点贪心了啊！啊逼了，啊逼了，有点贪了啊！这波那首先净化解的相当慢了啊。首先净化解的非常的慢，其次啊非得要走位躲技能，走个嘚儿啊直接闪就完了，省闪现。这波明知道那猪女要大你，你就直接守呀，走什么位呢？还得走下位是吧？你走位很好吗？乌兹直接给我回来一个倒钩，此时 A 了两下已经走不了了，泰坦一个钩还勾墙上了，非得走位，也不知道走什么个位。那猪女都大你了，你就直接交净化往前走就完事了，还非得哎呦我走位一下，不能过来，哎呦我再走位一下。走那个位干什么玩呢？咱也交了，还没走了。
大陆波比应该是感觉到了啊，大树过来，先捆住，被一个大飞，交闪现，勇哥这边大过来，能杀波比吗？路飞来，哇，泰坦过来想收人头，泰坦 DF 二连收掉风风，泰坦 DF 二连收。欧佛咋不继续跟了呢？那波比，我们玩的其实也就那样吧，没见着是特别亮眼的，没感觉到很亮眼。这永恩目前来讲是没感觉到是有多厉害，选锁的这么快，也就这么回事儿吧。我操，这把还有石头人，哎，我才想起来啊，我们也才想起来，这把还有个石头人呢啊。别急啊，这石头人，哇，这边石头人过来，看看波比怎么说啊？放起来，他风风没交 W， 这回交 W 想回塔，你瞅瞅这永恩，瞅瞅这永恩，我是真没感觉这永恩有什么亮眼的东西啊，没东西，不都不能算是有点东西，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东西。杀没杀吧，杀了，杀的不够帅，杀的不够稳当，不够帅，看他杀人感觉很捞，虽然杀人了，但是人有帅的杀法和捞的杀法，感觉有点捞。那边风风想等大石头人大完以后再走，本来这波大都不用交的，打也不用扛，直接杀完一个回，技能全空了。永恩这波想守上塔，朱女过来看看啊，这边 EDG 三个人 ，OMG 两个人，但是 EDG 传送下啊，不是 OMG 传送下来了，有传送门，传过来俩人，不想接。你是啥都敢说呀？不是，我这有啥不敢说的？他啥？咋的了呢？这有啥不敢说的呀？哦，泰坦这边被朱女大到了，抠了一下墙，泰坦这位置没有闪现，这打了一套大树开大招捆住三个人，泰坦这位置怎么还没走啊？能有盾吗？哎，被波比直接一个暴击暴死了。这不正常解说吗？怎么还不让说话了？那有啥不敢说的？咱们就正常勾流呗，咱们都能饭圈文化，饭圈我也说呀，饭圈多少都是正常人，有啥不能说的？正常说，说的对，他就没问题。但你不能瞎说。鳄鱼这边想留人，哎，这永恩这位置，狂风走，大招加狂风，石头人大招，
哎，那你们这俩大全没了，这 EDG 要开龙了，永恩大招没有了，石头人大招也没有了，那打一波没有大招的团战吧，就这两个关键大招全没了，这边 EDG 直接要打右边啊，先打留住大树，大树直接被秒，左边石头人，石头人很肉，但是石头人他没有大呀，永恩这边撅起来，乌兹，乌兹剩一身血，乌兹还在输出，漫天飞雨还没有，但是乌兹还在输出。嗯，鳄鱼已经黑切了，这石头人也扛不住。像这种时候，石头人这个时间点应该要找机会先手，而不是被动打。还有永恩，你看这永恩这把玩的真没啥亮眼的东西。这边卡莎飞进来，卡莎直接被秒杀，被老母猪给撅了一下子。来看看下路这波团 ，EDG 都有大龙 buff，OMG 怎么的还接呀？永恩过来要杀鳄鱼吗？我卡莎直接闪现上来要杀鳄鱼，鳄鱼这位置直接一打二，我操，一打二还杀卡莎，正面打了个一换一，鳄鱼死了，但鳄鱼死了没事啊，后边还有乌兹呢，那大树开了个大招，看怎么说啊，乌兹在上面，石头人大招大起来，乌兹，乌兹被大起来，但是有漫天飞雨，你说你们两个大都秒不掉一个 AD 还玩个屁呀，那两个大全大了都打不死一个 ADC 还打啥呀，投了吧，那波别打了，那波指定是 OMG 全死，都不用看了，永恩闪现狂风，我永恩还在输出，被布隆给定住了，乌兹物资617，700金币赏金，这为什么敢打呢？不知道。那你还真别说，差一丝儿，差一丝儿，侠就死了，侠死了还真就能打。先看看这波啊，这波鳄鱼首先是脱节了，那卡莎我操，闪现上来杀鳄鱼。石头人也交闪，这个时间点除了永恩啊，除了卡莎，就是永恩有持续输出。这边打团战，这永恩怎么在这打蛤蟆呢？别人打团，我收兵。戈比也没打死，闪现狂风撅起来，抽了一下 W 被晕住。闪风，但其实，哎，我也知道他闪风，我还能知道他不闪风。但其实，如果我是永恩啊，我也会打小兵。那永恩的英雄 Q 技能快，你就忍不住，你知道吧？好，1-1，一滴滴直接想一波，石头人大起来，大到两个，哇，泰坦一个锁头，锁住波比，波比被永恩击杀，后边鳄鱼，鳄鱼能走吗？鳄鱼也死了，但是正面乌兹还在输出 ，God Lake UJI， 游戏结束 ，God Lake，God， 这就是 God 吗 ？God Lake。这永恩选出来我都不知道用来干啥的。